嗨，你好啊，我是西贡美联的 Molly 啊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个位于西贡市中心800万楼下的上车盘。这个单位的实用面积是570平方尺，客饭厅分明。经走廊入去就有三个睡房的寝区，同埋有两个洗手间。对这个单位有兴趣，快点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我啦。如果想尽快知道多些楼盘的消息，就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啦。那我们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